平常在选区的时候，然后有听说跟时代力量有关的消息，全部都是以林长佐为主的。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来说的话，好像大家都非常的依赖林长佐，甚至是徐永明，包括在台中，那好像都没有听说黄国昌主席有什么在2018选举当中的布局或是参与的角色。也就是说，黄国昌主席他到底是不是实质上有可能他的权力已经被架空了？那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破裂，那导致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是很值得关注的。经过罢免完之后呢，当然有人说这个时代力量会渐渐的泡沫化，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渐进的阶段啊。但是也看得出来，其实被慢慢边缘化的迹象，其实我觉得是出来的。所以他如果站在第一线的时候，基本上其实民调我觉得是不会加分的，所以他必须，我觉得必须要稍微低调一点，退到幕后去。黄国昌的这个路线对于时代力量争取年轻选民跟中间选民来说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他在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个性很强硬，很这个自己主导性很强，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人和上面还要加强，可是说实在的，他引导议题的能力非常的强。全国的知名度，他跟这个徐永明我觉得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无论是正面或是负面啦。但是林长佐其他三个就很危险了。那所以林长佐呢，把他拉起来之后，担任某一些的责任，因为他在国会的监督政府这样的质询，我觉得他没那么强，所以他赋予他那个责任，当作主席也好，或者是整个第三势力也好，最近的这个新闻有出来，我觉得我是从这个角度看，赋予他一个责任，有责任之后，他才会有关系。跟人民的关系，跟第三势力这些小政党的关系，确实大家都是跟着林长佐一起走。那包含整个台北市的这个议员的布局，好像也都是林长佐一个人说了算。甚至是最近这个时代力量跟社民党在谈判有关于这个小绿互抢的问题，也都是派出林长佐。所以黄国昌自从他之前被罢免的事件，那个事件过后呢，几乎就已经见不到他的角色了。Freddy 的强项其实大家很明白，他的强项最清楚。是人和，他的人缘非常的好，可是在所谓做政策做议题上面，他的主张向来都跟民进党没有太大的差异性。所以如果说未来呢，如果真的走到了所谓的Freddy 扳倒黄国昌这样子的程度的话，其实时代力量的路线会受限，他会变成一个跟在民进党后面的尾巴党，那最后他可能会遭遇到所谓台联化的危机。所以平心而论，在2018至少选前哦，时代力量党内存在两种不同路线，对他们的党反而是健康的。